台湾为实惠，应该安置共安置下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实惠有意思，行政机关或商店的名称。用力来去亚齐亚家看五角，去夜市吃比较实惠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。